来到了八脸帮所居住的小岛，也是他们的老巢。Which way? Come on. Where is everyone? No guards? We don't use this corner of the island. Look, Lev's boat. We have to catch up to him. Do you know where he's going? To our house. That's where our mom will be. How far is it? Across the island? Shit. What about your people? We'll take back trails. They won't see us. Are you sure the wolves are attacking tonight? Yeah, that's what my friend told me. They'll use this storm as a cover for the attack. Unless Isaac changes his mind. Your leader, Isaac, what does he want? An end to the fighting. But at what cost? At this point, any cost. Up here. Are you good climbing that? It's the fastest way. 这个小岛在疫情爆发之前并不是完全的荒岛，看到了上面是有一些什么高架桥啊，各式各样的现代设施的，上面原本是有人住的，或者原本是一个度假胜地。我们太早爬也没用，还不如调整调整武器。亚拉爬得很慢的。先不着急跟上雅拉，左边这边有一个硬币。Grab and supplies, just in case. Fuck. You know them? I've seen them around. I'm sorry about your friends. It is what it is. 星期日早上五点，斯科特和我在凌晨三点左右登陆东岸。囚徒的情报这次总算是派上了用场，没有碰到敌人直接对抗，正在寻找高地，好确认方位。建筑物多集中在南边，北边和东边是农场，还有一个像是伐木营地的地方。岛上有零散着建筑群，都是爆发日后修筑的木质建筑。这些怪胎说他们要自给自足，真是言行一致。现在准备靠近其中一个村庄，在岛中央一座老房子里等待到天黑。这片地区还没有被八脸帮推倒重建，也许是我们集结的好地方。然后就等到了晚上九点钟，他们的人数令人担忧，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太多了。他们的村庄有防御工事，在岛上的巡逻既有规律也很频繁，收集到的情报已经超出预期，准备返回。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返回登陆点时，发现我们的船沉了，被摧毁了。他们知道我们到这里来了，然后这个人就死在了这儿。亚拉也问了艾比为什么要帮他们。 Lev asked me the same thing. I guess you don't deserve this, but also I needed to. I had to.前方就是木质建筑，新造出来的。Whoa. Is that your village? No, that's Haven. Ours is further inland. Don't linger. They might see you. Oh no. What is that? It's our warning signal. Your people are here.The whole island is on alert now. We need to hurry. God damn it, Isaac. We'll cut through the logging camp. H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Around 1,000. How many soldiers? Half of us are trained in combat. What are the other half gonna do when my people get here? Some will hide. Most will fight. Wolf 的人已经被发现了，全岛进入了警戒状态。在整座小岛上面是与世隔绝的，是没有感染者的。Okay. 他们过来估计也要隔离一下。然后有观众提醒我说，武器进行强化的时候是可以把它修好的，因为我这个没有 UI 你知道吧，一直是关着 UI 玩，我不知道这个变相加强难度，变相加强难度。马库斯按下列方法分发鹿肉，里脊肉、臀肉是给长老的，然后是嫩腰肉啊，什么比较好的肉是给康斯坦斯长老的，
然后是背脊作为奖励给沃尔特的，然后还有胸肉啊排骨。另外奥古斯托想要鹿皮作为报答，他答应让以斯拉为我们打造新的骨刀，要确保他履行承诺，鹿角可以给任何你觉得值得的人。愿神指引你，露西啊，他们这边有这个等级制度。May her light guide us through the storm. When you're lost in the darkness, look for the light. What's that? Something my dad used to say. You need to climb up there. 也不知道这个岛上有多大，这上面的东西啊，野生动物是不是都给打完了？上面包括他们有伐木场啊，有农田啊，可以打猎，打一些鹿。Building on the right with the torches. That gets us out of here? Yeah, we can cut through it. Perfect. Come on. Close the gate! Seal off the camp! 这一场战斗我会在视频的结尾演示全杀，现在我们还是以最节省的方式过去，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方式过去。因为杀敌是什么呢？杀敌就是拿子弹换人命，你多多少少是需要一些弹药的才能全杀的。在这里瞄准头，爆头爆掉，然后经过他一下，看看弓箭能不能回收，回收了然后下去问着往前走。如果是重视的情况下，敌人的位置是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套路是可行的。然后我们过来直接上去，左边有一个拿猎枪的敌人，拿长枪的敌人，上面也有一个，然后右上角也有一个。我们左边下面的这个敌人啊，他铁定看不到我们，他不会往我们这边看，就是要找时机上旁边的高台。这个人是看不见我们的，哪怕在这里待着也看不见我们。然后就是上面这个敌人，拿出消音的手枪，等他回头。好，就这个时间上去，100%能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不能打这个女的，你看远处有一个人，如果把这个女的爆头，那个人能看见。好，等那个人回头了，现在爆他头。哦，他死了还，哦，还好下去了，不能过去，如果出去会被那个人看见。哇，这个视野太好了，包括这个赶快趴下，等那个走开，这个也走开，然后走，然后拿出酒瓶子，按照这个速度过来，这个人呢大几率都是背对着我们，实际上给他一瓶子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不着急，就是很稳定的最节省的方式。我连个酒瓶子都不想费，直接给他勒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走了，但上面呢有一个敌人，我们直接看看对面有没有人。好，上去。差点被发现，直接给他勒掉，因为他上面呢有补给。好，在对面的房子的二楼是有一个硬币的，现在我们看到两个敌人，然后还有另外两个敌人，一个是拿弓箭的，一个是拿着长枪猎枪的。如果开打会刷增援，所以在这里开打并不明智，实际上就是要打最好是全浅杀。Down here. Okay. I think you're clear.
That was crazy. They're getting close. Holy shit. May she protect us. 在海面上已经有船了，伊萨克已经派人来了，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两个敌人过来，这两个人不用管。Where to now? We'll cut through the lodge up ahead. Yara, back in the logging camp. Where are they taking the kids? There's shelters everywhere. If things get really bad, we'll take them off the island. Good. We need to stay night calm. 这里呢是一个哨站。哨站上面有一个笔记，记录着一些内容。杰瑞德狩猎队已经出发前往狼帮地盘，暂时无其他发现。西利亚一切正常，神保护着我们。托马斯，老城建筑拆迁制造大量的灰尘和噪音，但在狼帮海岸边没有发现他们活动的迹象，除此外没有其他可报告的。愿神指引我们。玛丽航道发现一艘狼帮的船，但没有发出警报，派出了小麦克去通知长老。皮特也是一切正常。本杰明又来了，我看到狩猎队回来了，农民们已经开始在森林里实施控制焚烧，感觉快要出事了。愿神保护我们。西利亚，小雨，能见度尚可。最重要的是，托马斯说狼来了，一支船队正在靠往东岸，已经发出警报，也就是说刚刚走掉的那两个人啊，可能就是刚刚的哨兵啊，我猜的。我们身上还有药，我们可以升级一下，增加稳定瞄准，走路的时候提高瞄准的稳定性，打一般没什么太大用处，因为在绝地难度下它不是个枪战游戏。这是一个许愿的，先知大人，希望你能听到我的话。莫伊拉曾经是一名强大厉害的战士，直到她目睹了自己的丈夫亨利和他的巡逻队被狼帮屠杀，现在的他会在睡梦中尖叫着惊醒，一有风吹草动就瑟瑟发抖。为了纪念亨利的殉难，我们尽可能的照顾莫伊拉，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赐予他力量吧。然后旁边呢还是我们曾经见过的雕像。走了。这里呢还有一封信，也是本关卡的最后一封信了。我们不是完美的生灵，因此在神的眼中我们有缺憾，教义是这样说的，长老也是这样说的。然而在仪式结束两周后，我的脸颊上的伤口仍然灼烧并发痒，义父告诉我他的也是，但警告我不要在长老面前暴露出软弱。今晚有个惊喜，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义父来溜出来到制革厂和我见面，他告诉我他所在的队伍明天就要出发去狼帮的地盘，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于是我们坐下来看了一会儿篝火。他问我有没有婚约，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亲了我的脸颊，然后跑回了树林里。那一刻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也就是说写信的这个人和伊芙啊是同时入会的。伊芙的队伍还没有返回，我去了港口的公共晚餐，想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但没有找到任何慰藉。除了邓肯长老惯例的步道外，这里异常安静，但就连他今晚的布道也似乎有所不同。他说虽然先知大人指引我们净化恶魔恢复世界平衡，但没有人能保证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实现这些，这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今晚有很多事需要思考。然后在这儿呢可以强化一下这把弩，然后我把弩的稳定性升级升了一下，加55%的稳定性，下一场战斗我会全杀。这个因为下一场战斗全杀呢并不是很消耗弹药，抱着弩冲两下，到这儿差不多可以蹲下了。
然后在这趴下，然后开镜对着脸干掉之后上去。哎，奴回收了，走，一路冲，然后到这小跑，蹲着往前走，因为时间已经够了。就前方有两把火，等左边的那个火走掉，然后在这个旁边开镜，等他回头，可以搞定一个，然后到这里来把他给勒掉。然后还有两个火把在这里，可以用弩，可以用手枪，都行，多瞄一会儿，时间充裕，搞定，然后往前走。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他们会把他们的火把给灭掉，所以尽量不要让他发现我们，能多弄死几个就多弄死几个。等这个敌人，往右边走了，过去了，然后翻过去，上去把他给勒掉。不费一枪一弹，直接勒死。有的观众想，就是为什么不跑杀啊？跑杀很难重现，以及也很大的运气。我这一口气录下来啊，这个每次都那种打法，那属于是作死行为。好了，上面这个敌人大几率不会回头，如果回头了。就给他一瓶子，然后上去抱住他，给他勒掉。附近已经没敌人了，因为这个房间里面是有补给的，用比较节省的方式把这些敌人干掉啊，是比较合算的。身上的布啊太多了，然后这旁边呢有一个罐子，走。我们已经干掉了六个敌人，然后这个呢是第七个，把它打掉以后，好，报警了，但没关系，因为有玉米地作为掩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有声音的武器去消灭他们，而且比较好重现，只有一个敌人会到玉米地过来找我们，我们有酒瓶子的自动锁定去找敌人，锁上了，然后上去，把它抱住，勒掉。OK， 我们的突击步枪的弹药很多，并且有镜子，准头是够的。然后用这把突击步枪去找敌人，点爆头，找一下敌人，这边有一个，打完以后马上换个地方，找不着我们的。好，又看见一个，让开啊，就是打不着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看他现在躲哪儿了，没找到，不要着急。这种打法呢很节省弹药，而且复现率很高。等一下，还没找到他，他不出来了。原本这个位置有一个，但现在他不在这儿了。敌人不多了，预估还有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先去换个方向进攻，因为这个角度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到这边来，换个角度进攻。哦，看见了，看见了就可以干他了。他已经出来找我们了，百发百中，没了。然后等说话。对，等他骂的骂这一句，
然后这把砍刀呢可以考虑带走，但是我手上的那把武器啊，虽然只有四个耐久，但是是双手武器。哎，弩也收回来了，然后到前方的这个房间里面啊，把东西拿走，本集的战斗呢就结束了。东西拿一拿，这边有些东西。啊，还有一支剑。然后这边呢是，我想拿出包出来打一包啊，满血，无伤，啊无伤，走了。这场战斗全杀的效率还可以，就是不需要去偷偷摸摸的，因为会有阻路的敌人阻挡我们过来开门，并且不是开一个门，是触发这个，开另一个，那就很烦。如果是想要走那种潜行过来啊，是需要很高的运气成分和技术成分的。很稳妥的把他们清光啊比较好，并且不刷增援。好了。It's here. Come on. How's the arm? Hurts. This way. 好，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些补给可以拿。布还是满的。啥都做不了。有71的这个药，先不夹了吧，先留着吧，无所谓。好了，跟上雅拉。This is the one. Chasing me. Trying to make her stop. He's just pushing her off of me. She hit the table. Listen. You were defending yourself. You did nothing wrong. It's gonna be okay, I promise. Should have. 下一集我们将从这个房间逃离这座小岛。在这集的结尾呢，前面就说了，我们在伐木营地进行全杀，两个宿仪到这边来，趴下，拿出小手枪，把他干掉，快速上去，一定要快速，否则待会这个人会发现我们刚刚干掉的尸体。没打中，补一枪，没被发现。好，因为我这把手枪啊，我没有升稳定，所以准头不好。好了，有点亏。然后赶快上去，在高台上面的一个敌人，伺机把他给爆头，在这个角度等他。好了，搞定。好，上面有一个，这个敌人会左右看。好了，已经干掉五个了，还剩三个敌人。然后这个敌人呢，很大几率在这个房子后面，在这边转圈，上去把他勒掉。
这片场景是有一个硬币作为收集品的，就在我们前面房子的二楼。现在全场还剩两个活的，然后走门这儿看看敌人在哪。好的，东西可以拿一下，有个榔头还有零件。然后啊，对面房子还有一个，时机不是很好。快呢，实际上如果单纯的为了打表演啊，就刚刚的那个地方直接用手枪给他爆头就了事了。然后我们在这边直接给他爆头得了，因为爆头啊他比较讲运气，他定住不动了，那就是现在了，不跟你废话了。还剩最后一个敌人，拿出酒瓶子，只要别让他瞎叫就行。啊，这没叫起来就好办。好了，然后全场呢有些东西该搜刮呢可以搜刮搜刮。上面拿了一支箭，然后两发弹药。然后到这边上面把补给拿一下，上面是有补给的，还有主要是一个收集品，就在我的流程里面说全收集嘛，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收集掉。 OK， 然后就是把这个场景里面可以拿的东西啊，该拿的都给它拿一拿。我们初始的这个房间，因为一开始要抢时间杀第一个人，所以说来不及拿这些补给。这边还有一发弓，然后在这个房间里面也有东西能拿。拿完以后呢，这个场景就可以走了，也没啥东西了。本集呢也就时间呢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就带着姐妹二人或者是姐弟二人吧，离开这片小岛。好吧，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看。老戴就受不了被击你知道吧，这个老说不打架，那我们这个 IB 片都比较第三天了嘛，再不打不像话了。我们下期再见。